做的病，所以我讲了佛法三层佛性。你是病，等你病好了，药也扔掉嘛，气喘等啊。嗯。我对于杨老师讲的这个大乘道句话非常有信心。没问题的。听懂佛的第一地的都没问题。我们都最高的直接都听完了，有啥问题呢？显然我们还能修到，还能听懂，那说明我们生生世世都修过的，是吧？就差一点点考验没过，考试没及格而已，继续修没准哪天及格了，这不过了吗？是吧？没准很多地方过了，就有一点没过啊，还是跟执着的众生是有差别的啊。当然圆满的时候就无痕迹了嘛，但是你在这个过程中是有次，你感觉你是前进是有次第的啊。对啊，有时候那就是有些人可能术士修行的很好，这种人就在有时候术士可能已经是登地菩萨，或者是这些人在同修的时候，他会跳跃性的，就是有时候突然觉得自己已经是在某个程度上已经。好像，但是有时候又会出院的话，又会回来。这个呢，他就这个是原因，就是他在人道，他的很多修正的成就是来自于术士的修正，建立在术士的根器上，不是在他没有在人道，就是修正定。如果在人道通过正定达成的话，就是。就比较就是那个就是根基就扎实，就是就不会跳跃来跳跃去但是这个正定就是一般它是就是你心不邪，心不其实是心的分别执着少，然后是正身正意这些气正脉正，这个就一般都不是都比较入正定了，一般都就是阿罗汉是通过离情区域来进入正定，他持戒容易入正定嘛。大菩萨从游戏三昧也有正定嘛，就是他知道一切本毕竟空，他在那个正量上也入正定嘛。但是如果你还着相，然后你入了那个定，那个这个境界里游戏的话，你那个时候有人就说你还在人道不算正定。对，所以就容易跳跃来跳跃去。对，就有时候会丢掉，一着相就丢了嘛。然后呢，你就有进有出，有些定你就进去了，你还有出来的状态嘛。这还是不圆满的状态。对。老师，我现在就是除了打坐以外，之前因为我阿姨生病了，我有发愿送药师经千户嘛，我现在还没送完。送药师经，对，回向做回向。就平时就是除了打坐和诵经以外，就不跟打坐了。就东一下西一下，对什么都感兴趣。对呀，你感兴趣没关系，都即有即空吧，了知的第一，了知一切毕竟空。你感兴趣的这个也不是你嘛，你始终没动过嘛，你始终在空性里嘛，了知这个境界不断的往前走。但可能对能量来说也耗散嘛，不集中嘛，力量不集中嘛。如果你了知了第一义谛，也没有什么消耗不消耗这回事了，因为内外全是你嘛，往哪耗呢？耗到外边还是里边呢？说没了解第一义谛的话，你就觉得哎呀，我很散乱在消耗，这样也可以，那就多修定力呗，多止停止。新的分别之说，你要是没不了解第一义谛的话，都在耗。如果你按住在空性的角度，内外都是你了，那你嘛出境都是你啊。你就是法界。比如说你诵经，你说我是为了回向的，我听到这个概念了，说你是为了回向给生病的阿姨的，那你其实是回向是一个方面，在我们当然是从缘起是因为我们要回向，所以我们才看这部经，但为什么不在这部经里面修正呢？是吧？那总有一个缘起，说我因为我要回向，所以我要看药师佛的经。但是为什么你不要看懂这部经，然后在里边修呢？每一部经都是不可多得的法门啊。就是有的时候就对什么都感兴趣，其实自己也很难受嘛。比如说听老师讲《法华经》，然后我原来觉得《法华经》很难嘛，但是我听你讲完以后，我觉得原来我这种智商的也是可以听得懂的。本来佛就说真实相很比较简单嘛，我也对什么都感兴趣，没关系。那所以就是不会影响你成佛的。都想看没关系啊，我也是这样的，我甚至不止看佛教的，也看外道的。
也看这个道那个道的，我明知道这是外道，我也看看哇，他反正白纸黑字，我看他怎么个外法，他外到哪里去了，是吧？否则你跟外道怎么聊天呢，是吧？你度六道，六道就包括外道啊，是吧？所以佛陀当年是说，你不要跟着这个外道修行，不代表人家不跟外道聊天啊。那佛陀不了解他外道的东西，怎么聊天？怎么度外道呢？所以感兴趣没关系啊，这世界很好玩的，感兴趣不影响你修行。这个芥蒂对不对？对，那就 OK 了。你为什么要改变自己？就自己可能有的时候没有主意嘛，然后你说散乱是不是能量就来回流动了，都耗了嘛？你是空性啊，耗里耗外都是你啊，这个界定对吧？啊，对，既然这些都对，那把这些扔掉，你放在这，这不就，这不是安心了吗？这不就叫止跟定吗？你想多了吧？现在就在这两方面吗？重点是你想多了，是吧？从别想的太多往下走，知道吧？散乱了马上收回来，放在这过去了已经，哎，就是说每一个东西马上当下不认了，过去马上收回来，马上我们在打坐的还很散乱，说跟着跑了，哎，拉回来已经过去了，不要再想你是很散乱的。然后十天以内散乱，第十一天你坐来跟我说，哎呀老师，我十天我一直就是拉回来不停的拉回来，我说哦，继续啊。第十二天可能咦，好像没那么多了，是吧？就好了嘛，不着急嘛，反正本来是不急嘛。佛的戒定一定要看的，而且你其他的说和佛的，你看常见的经书就《法华》啊、《楞严》啊、《楞伽》啊、《圆觉》啊，我们网站上有《金刚》啊、《金刚经》啊，还有就是《楞严》啊这些，还有《华严》啊这些，常见的也就这十几部嘛，学净土的有《阿弥陀经》啊，《净土五部》啊，这还有有时候大家有时候还要学一些论著啊，《瑜伽师地论》啊，《唯识》的有啊，有《白法明门论》这些，涉猎一些，凭我们的智慧都浏览一遍又有啥呢？反正又几年搞完了，是吧？多看一下没关系的，这不叫好奇啊，真的应该看看，真的说的不错啊，各种角度啊，度众生都能用得上啊，自己成道也能用啊，自己就是无量无边众生嘛。生生世世谁知道我们执着在哪里了，每一世都有每一世的执着，那没准哪部经就对对我们那一世的执着了，没关系啊，这个不算什么。总共也就感兴趣的就十几部，常见的大家常说来说去的，你要多看一遍大家交流起来挺方便的。说你看过啊，我知道，我说金刚经不住想我知道，不着想不知道，说楞严知道，说金刚说法华知道，但是我没听懂，但我看过，我也抄过，等等，最起码有这样一个基础嘛。什么也不影响你此时此刻安住在当下，以这样的心就可以修行。只是你不玩，只是你说我回去怎么办？万一我回去不是这种状态呢？你为什么想回去的事？你为什么又想珠海的事？想了珠海，想温州啊，为什么头脑里有此时此刻此地有什么干扰你安住了头脑里边的东西？我想我妈，想我爸，想孩子，想老公，想珠海，想温州，想时间，想空间，想白天，想晚上，是吧？这是本能的妄想嘛，妄想啊。所以佛说我们有五重妄想，一层一层破掉，有根本的妄想嘛，本能的嘛，这些妄想清理掉，我们就成佛了。一大堆妄想不停地生出来，就像冒泡一样的冒出来，跟我们的新陈代谢一样的快，就像新陈代谢一样的更替一样。但是这是个错觉，我没有新陈代谢，我没有这种幻觉，这是个错觉，所有的东西生生灭灭是个错觉，那是如来的境界。你在错觉里执着，你说你生法相都是个错觉，真空怎么可能生东西呢？无我哪什么生呢？真空连虚空也不是，怎么生东西呀？真空本来无相，哪什么生东西？就没有这生这一说，然后就无生，一切本无生。然后执着，你叫我执着，我又没执着，我知道执着是啥。然后我拿着这杯不放，使劲不放。你说你那叫执着哦？执着是啥样的？
你一大堆概念，然后给我解释执着，我根本就脑子没想，我执着，我执着，你说怎么办好呢？你说放下，两个手拿开，把那个杯子扔到这儿，叫不执着，我照你做了，这叫不执着，买个月呗，买你的月，把你负责不舒服嘛。但是如果说我说你执着了吗？我这样帮助就是执着了吗？你执着，这就看你做弟子做师傅，做师傅就使劲的扣你，我是对的，做弟子我是错的，是吧？因为视线法相嘛，因为师傅要教导弟子嘛，他有这个执着，所以他永远他是这样的。哎，住着，我不叫执着，他永远要破你那个执着的，你认为那个执着的相，你认为我这样就执着，我就破你这个。你要是没有这个那就算了，我就不抱了。你要觉得我抱着是执着，我就抱着，你要觉得我放开时，我就放开，你要是觉得我谈空时，我就谈空，你要觉得我谈有时，我就谈有，反正跟你对着干，因为这样你会破执着啊。所以所有的上师都是跟弟子对着干的，怎么也不对，你朝东他说西，你说你朝西他又说东，你空了他说有， 你有了他说空，就禅宗的师傅嘛，反正就怎么也不认。所以当下狂心动邪，他说都说心，你根本就不理他，他今天说天说地说都说地，看你你眼皮这样不动，哦哦，他傻了吗？你也不动，然后说如是如是，可教差不多了，离道差不多了，他就会夸奖你。他说空你小空，他说心你小心，他说上你小上，他就觉得，哎，回去面壁，他就让你会面壁去，撕过去。你说我没错，我撕个什么过啊？你乱想了，撕过去，着相了，撕过去。这就是禅宗上师的教法嘛，禅宗老师嘛。反正你生法相就不对，但是你说我就是生的，我就生出来了，我本能的生嘛，那有什么办？那你本能的生，你还怕老师骂你呢？老师骂，毕竟空，你本能的生继续啊。老师继续骂你，继续生，老师继续骂你，继续生，这样，哎，有一天不生，那就是修正嘛。但有的老师善巧方便多一点嘛，他就会弟子让弟子没那么难看嘛。因为破执着这回事，有时候自己破不掉，因为必须有人在吧。有个老师，他就像一面镜子，他每分每秒察觉到你在哪执着做，自己有时候觉照不到嘛。嗯，有老师好一点。所以到后期，越是修行到后期的。有一些微细的执着自己都察觉不到，老师就你修到后期你就察觉到了，知道吧？什么叫修到后期？你肯定是修到某一个地方他就察觉到。老师的老师还是有作用的，有时候肯定有些灯下黑呀、啊、就是、就像一个照明不照远不照近啊，看不得自己能看到别人，老师提醒一下这个也是可以。还有一些就是自己没力量了，脆弱了，或者有病魔死魔这些袭击了，自己搞不定了，老师的帮助蛮重要的，上师的帮助、所以还有些纠结自己很难受，怎么也过不来了，我也是有师傅的哦。那我师傅我曾经也有时候很难受嘛，我的师傅不用说假道理，直接摸你放把手放在你肩膀上说不用难过，哎，我马上就不难过了，就这么讲。我说哇，正量好厉害呀、啊！这原来这人家没说大道理，直接把手一往你肩膀上放着，不用难过，就是他那种语调，他你从他那个不用难过这句话里面，你就听不出任何，就你就觉得这不重要，你难过这件事，你纠结个啥呢？你说不用难过，哎，就一下，你真的不难过了，心哐当掉这儿了，然后你就深呼吸，就做别的去了，哎，就那叫正量，他能摧毁你的那些东西，就当下的状态。但是这个来自于你跟上师的那种信心啊，你对他没信心，他不用难过去。是啊，你听都懒得听的。但你跟上师的信心很大，他说不用难过，你真的不用难过了，就是那样。嗯。所以修行路上，我觉得不管时代怎么变，你媒体再发达，老师都是最关键。在实修的路上，上师还是真的蛮重要。因为我从我自己的修正里边，我没有师父，我走不到今天。我自己是，我觉得没有我的上师在旁边看着我，几乎他前三年是跟我形影不离的。那个时候没有他的鼓励啊，或者是一些棒喝，
甚至是一些我可能我早就哎呀迷失在青天玉海，要么就哎真是，或者是觉得红尘面包牛奶更重要，或者是觉得哎呀我先歇一会儿吧，累死了我先歇歇，我或者是我休息，我可以一个人坐在山里，我干嘛来红尘啊，是吧，我可以坐在山里很清静嘛，我想干啥干啥，我想画画画画，我想唱歌唱歌，我想是吧，就说你在干什么，既然一切如梦幻泡影，你在干什么，你为啥要坐在这儿哒哒哒哒不停地说呢，然后你还说装个慈悲相，什么叫慈悲呀、啊、是吧，是吧，众生真的需要你慈悲吗，是吧，还是你自己需要慈悲等等，搞清楚了、嗯、就是然后你就无怨无悔地做着每件事，也没有说众生需要不需要，也没有你要怎么说，毕竟空嘛，那就说呗，说个不说毕竟空嘛，那就说呗，因为众生需要听听闻，那就说呗，他不是好慈悲不慈悲，就是个选择。这个时代很多人都在找老师，这个也要靠福报，靠法缘跟福报啊，善缘，靠善缘跟福报，我们是没有慧眼去识别哪个老师跟你能够指导你走完全程的，那多拜几个老师也可以啊，实在搞不清楚就多拜几个，看见哪个像，就是拜他的老师，然后他指导你，觉得，隔两天觉得我无法从你那儿受益了，你讲的东西我听完了，你再也讲不出什么能够指导我的东西了，那再拜你那小学老师、初中老师、高中老师、大学老师，嗯，然后有的老师说，哎呀，通吃，说我从小学讲到博士，从博士翻回来讲小学，那你就也那挺好，你福报大嘛。南怀瑾先生当年见到高人就拜，见到高人就拜，是啊，谦虚嘛，嗯，是啊，这个也是一个方法，是吧，因为当年就是南老师觉得高人不如一遇啊，既然自己觉得他是高人，人家那是很自信的，别人我就觉得他是高人啊，当然人家博学嘛，南老师，哎，他是各个道的高人都拜，三就是哎都拜，道家的佛家的我都拜，他广学博览啊，法门无量誓愿学，人家度众生好度嘛，都你看他的写的东西好渊博、啊、好博学、啊、什么都懂一点，所以很多很多修行者把他的书作为启蒙啊，就是刚开始学习佛学概念啊什么的启蒙啊，启蒙书籍啊，知识分子他对知识分子影响蛮大，是啊，嗯，朱清时教授当时也是受他影响、嗯、是啊，从不同的角度啊，其实所有的老师，第一是有法缘，第二呢还是你的缘分，你遇到的真正成就的在修这道成就老师少之又少，真的很难遇，哎，是，但是还有就是说每个老师都是触缘，每个老师都是触动你放下执着的，他能不能触动你，你愿不愿意接受他的，哎，就是这个很重要，如果你跟他学了什么叫色空不二，学了很多般若，什么叫般若，什么叫智慧，学了这么多，但你那个执着始终他无法触动你，触动你的贪嗔痴慢疑苦我慢，他没法动你的心，那这个老师就很难动你，知道吗？就说到根本，对，触动你根本是根本的，就像你们是就是说远方啊，就是第一次过来，那么我们只交流一些理论上的哎见地上的东西，那就像公司很多其他的师兄们，他们待好久了，他们有个可能见地上的东西都知道，但是就是习气上还有执着上的东西了，在每件事里边他会有一些分别执着妄想，那一旦你看见了，你就要把它摁住，摁在摇篮里，一旦看见了你就要摁住，这就是度了，那这个过程就是比较辛苦了，你有时候他会觉得你在跟他的忠言面子，还有啊你还得很善巧的跟他说，你直接说他有面子吗，都成人了吗，都不像小孩，好的说就说了，然后你还得说他的承受力，他现在承受了承受不了，你那样说他，如果承受不了过一阵再说，哎，现在先就那样吧、哎、他就是触动你的那种，他看到你的妄想，看到那些东西马上把他卡在萌芽状态，卡不让他继续往下，就像我们走神了，或者叫散乱了，一散乱第一念说，哎，外边打雷了，哎下雨了，哎我家的衣服没收，哎窗子没关，你本来在坐垫上的，哇一系列出去了，好，从第二年开始，如果老师发现你就抢着回来，是吧，窗子没关，衣服就算没关窗子，就算衣服没收，
影响你了生死。现在你在坐垫，你要成道啊，那么重要吗？窗子没关，衣服湿了，那么重要吗？是不是这个世界好多事情对你太重要了，成道这件事情就不重要了。为什么衣服没收，就算湿了，明天重洗一遍？但此时此刻，你知道你多么珍贵吗？你在坐在这个坐垫上三个小时，因为不是你有太多的事要做了，没完没了。你今天就，还说外边失火了，你要起来赶紧救啊，因为那个后果太严重。说你不要说烧了也跟我没关系，千万不要这样，一定要起来救火。但是说衣服被雨淋了，你一定要去把那个衣服收回来吗？你今天就训练自己坐在坐垫上，衣服淋了我起来我冲洗，但是我今天要让自己不被这件事影响。那老师会提醒你说，哎，这件事不重要，你坐垫上更重要。也许为什么我们可能一小时之外地震我们往生了呢？也许珠海地震沉到水底去了，我是举个例子啊，不会的啊。万一呢，那我往生了你还收衣服呢，是吧？那你那一刻如果在坐垫上，你正在念，你可能水大必惊空，你自我必清，可能你直接沉到了那一刹那，是吧？所以哪个重要你应该分清楚啊，把重要的事放在第一写作。失火这件事要刻不容缓，因为一会儿就把自己也烧了。他收衣服嘛，是吧？女孩子很容易出现这么，哎，一会儿吃啥，一会儿怎么，哎，就不停的，老师就是让你把卡在门牙，就第二年、第三年不让你继续了，但这是一个很简单的，但是大部分时候还有一些这一段时间自己很烦，他不知道执着在哪里，有时候很快乐、亢奋，但不知道自己纠结在哪里，他出现了什么问题，他的见闻觉知上。在哪儿？他为什么出现这个状态？有时候我们自己不清楚，所以要上师指出来。还有烦他的怎么调整？有些能说，有的还不能说，说伤面子了，自尊心嘛。我老说你不对，你不很难受嘛，是吧？要连夸带骂呗。说老说你这儿不对，但是所有禅宗的上师都是说你不对的。你只要生法相就不对啊！你是个修道人啊，你只要在法相里边乱转，这执着就不对啊。你不是在这个世界上去学这个世界的东西呢，你又进步就对啊。你即使背下三藏十二部，你这边执着，老师说不对，他也不会夸你啊。你说我背下金刚经了，老师不会夸你啊。你背想干啥？然后你不背了，又说为啥不背了？你不是背得好好的，怎么又不背了呢？就是你说来了，你背下干啥？你又不承认我背下是。他是说你背下来，你不要挂着了吗？你背下金刚经，你挂着，你不是显示自我吗？那肯定不对了。如果你做所有的事都是显示你的虚荣跟自我，哪一个也不对啊。就你做的好事也变成坏事了，因为它障碍你成道啊。如果你做了所有的一切都如如不动安住在这儿，老师会说不错哎，孺子可教哎。但是你不能那样做，是吧？你有定力，你停下来了吗？你的心在止，在空，但是呢，空不是什么也不有没有啊，空不是无所谓啊。你告诉我你为什么做那件伤天害理的事？你说我做了，我在外面放了把火，我进来我若无其事，我心如止水，没问题哇，定力好好啊。你刚放了把火进来就这样，但是告诉我为啥放火？是不是很自私呀？是不是别人伤害了你了，你才去报复放他火？那么你报复心这一块是因为什么产生的？你这个报复心怎么产？是不是找众生相、找你相、找那个仇恨的相？如果有伤害，你怎么你已经着相了吗？你在地狱的火了吗？你有伤害与被伤害，你已经活在地狱了。你六道已经轮回产生了，你已经当时你已经下了地狱了。放火那一刹那，你在修罗道；感受到被伤害那一刻，你在恶鬼道或者地狱道。这是老师要教你的，就是讲给你听。你刚才，但是呢，你现在心若止水，能把过去未来一下放空，你是对的。这是指力个定力产生的，就是这就是修行啊，可以有夸的有骂的。但是如果这个人始终不在状态，不管他作善作恶，还一大堆，这是最差劲的。告诉你停，只能说停。你说停不了，念佛持咒修功德，作善行修家行，家行就是做一切资粮道，修资粮道。然后你说老师他都修那个了，你为啥让我修资粮道？我修好多年了，而且我觉得我很优秀，为啥还修资粮道？补课嘛，没及格吧？是啊，你在某件事情上可以
达成了质量，在某些事情上不行的，就在这件事情上再重修质量，修家行啊，幼儿园课程，家行道就是就这些嘛，念佛吃坐修啊，打一摆让自己停下来，停不下来嘛，身体也停不下来，心也停不下来，烦恼什么都停不下来，而且认知停不下来。最主要是认为自己是好的、坏的、善的、恶的，认为自己是比别人好或者不好，这些停不下，就觉得自己很糟糕。越停不下来，他就学了佛法了，就觉得，哎呀，我怎么能停不下来呢？哎呀，我怎么这样？我是不是比不上别人了？他就更难受，他就又否定自己，就在那折腾折腾，嗯，更辛苦。不学佛还好，不比较，一学佛，对自己要求更高，是吧？我应该停下来，是吧？你干嘛停下来，是吧？你必须是从佛的界定了知那毕竟空而安心啊，就像我说你了知后边放的是绳子不是蛇而安住啊，佛所有的界定就让你知道哦，不要为他纠结，你停个啥，你停个啥，是吧？那些东西也是幻境，早就过去了，你停个啥，上一秒已经过去了，这一秒你就不想就完了。我们纠结的是我为什么想上一秒，然后大家问的是老师，我不是修行很好，我为什么会乱想？然后我说你这一秒不想就完了吗？但是我已经想了好多年了，我为什么会乱想？我难道我那么不堪吗？难道我没有根气吗？难道我什么什么？我不会说的，是吧？我会说你是佛啊。他就懊恼嘛，嗯。但是懊恼，所有的懊恼不在于他想了那些东西，是在于他当下他不清净，是当下。他一直要自己处于一个更好的状态，他对自己有要求，他自己处在一个他认为的佛的状态。佛的状态是什么？他说佛的状态是很清净啊，很自在啊。什么叫清净自在？不被一切境影响就叫自在啊，是吧？不是不想，不想事情，时段也不想事情，那不叫自在啊。你现在被影响了就叫不自在，你不被影响就叫自在。你被自己影响了，你没让受其他的影响，被自己的认知影响，被自己的定义影响。你定义了自己不好，你定义了自己烦恼，你定义了自己散乱，你定义了这很多负面的，然后你又生出负面的法相，然后你不满意自己，你被自己的认知转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头脑的是不好是什么样的，就各种相；负面的是什么呢？各种相。我说负面的，大家就各种负面的。到底是哪个相也不知道，反正负面的大家就知道，糟糕透了，倒霉不好，都叫负面，各种歪理，各种信息都叫负面，具体是什么不知道。什么叫负面？就是各种文字相啊、法相，把这一杆子打死，全是负面的，都不好，就是全在头脑。佛又不是石墩，啥也不想。你看我常说念念都是佛啊，念念念念不是念念想啊，念念是佛是什么？你看念念生灭，我们念念好的共进，念念好坏，念念生灭，不是佛。你看如果不是佛的话，有生就不能有灭啊，有垢就不能有净啊，是吧？有好有善就不能有啊。你看我们是同时出现的，念念我们在三维角度同时出现，念念生灭，我们是圆满的，是吧？我们是站在我们是善恶同时看的。那怎么人力怎么可能有善就同时看恶呢？但我们是同时看善恶、垢净、高低、贵贱、男女，同时看的。所以念念你是如来啊，每一念你都是如来啊，生灭即涅槃啊，这就是念念如来，念念不疑啊，不怀疑这个什么梦想啊，什么妄想啊，那还不是你个念头，念念如来啊。你只要不被梦想那个相法相控制住，执着在里边，念念如来，只是你疑，你不疑这个念念，你就是当下就是。众生从来不相信这一点，所以寻找种种法门来对治，对治念念，要停下来，要气住脉停，要停下来，要散乱停，所有要停下来，停下来，通过停下来看清真相了，然后还是念念，气住脉，还是啊。娑婆生灭就是涅槃啊，等同空花。然后因为大家找空相，是因为大家执着有，所以佛谈空相，因为大家超空相，所以一定要加个本来空，这个就是涅槃，本来空。
因为你执着了有，我才这样说。如果你不执着有，这就是直接告诉你了，去一花一世界，一叶一如来啊，就是这样。没有本来空这么事，没有本来本无生这么事，是因你有死相，你有死的相，所以我说本无生。你有众生相，我说涅槃；你有生灭相，我说涅槃。你有分，你有涅槃相，所以我说生灭即涅槃。如果你啥也没相了，不想了，我就问你，今天晚上吃得好吗？你吃饭了吗？再也不是谈涅槃跟生灭这回事了。这些事是什么？搞什么？是吧？安住在本来的状态，一切都是如来，都是法，万法。在这众生看到的万法，在因因果果里边示现着。众生因为自己的业报看到了不同的法相，在里边苦苦乐乐的。但如来这是极乐世界。极乐世界是什么？并没有你认为的快乐，清净无染无垢，清净无染没有垢净，善恶没有任何分别，清净庄严无相，自在就是这样。所以阿弥陀佛，所以释迦牟尼佛在其他佛问他说，为什么你的世界里有五六道啊，轮回啊，那么高低啊，高低不平，那么脏乱差？释迦牟尼说，没有啊，是你分别的吧。所以在法华经里边佛说，如果众生因为各种劫，这个世界五浊娑婆世界，因为娑婆世界是释迦牟尼佛是教主啊，他说如果娑婆世界灭了，我的世界仍然存在，这才是第一点。难道他不是娑婆世界的教主啊？他的世界跟娑婆世界不是一回事吗？他不是娑婆的教主吗？难道娑婆世界不是他的世界吗？为什么他说你们的世界灭了的时候，我的世界还是那样的，没有结束啊？我的世界不会灭，永恒长存。他的世界是什么世界？所以就是实如是啊，就是你们看前面就如是果，如是因，如是，只是众生随便你挑了，那么多果果随你挑了，你分别啥拿啥了。你喜欢穿白衣服你就拿白衣服，我喜欢黑的我穿黑的，这影响你自在了吗？分别啥了？不就选了个白衣服，选了个黑衣服吗？难道这就叫执着吗？想多了，你本来就没执着过，是吧？就选择了而已，是吧？所以想多了就很累，就很辛苦，这样。